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许哥要回来玩了吗？除非天堂岛了。天堂岛的问号更高，一定先吧？乱讲！花形章打什么位置？中锋不是吗？五班打五不是工具人吗？小五不是控球吗？花形一直以来单排都是拿控球啊，他只有多排才不打控球啊。说小许没完的，台积电那边应该赶快卖一卖，现在来得及。记得跟他说啊，3月10号很可怕啊，3月10号之前赶紧脱手啊，不脱等死啊！哎，那边世界杯16强可能还没踢完，真的梅西会冠军，记得去压一下，全压 all in 啊！摩洛哥4强赢更多，不是啊？你那时候下摩洛哥4强重注，你就会被怀疑啦，你会被怀疑时空旅人被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啦，你要故意下的少一点。现在总白就有冠军相的那个阿根廷哦，那你要被周桃抓到。叫林则徐不要杀鸦片。他那有烧鸦片没有吧？他是烟那一类的吧，不是鸦片吧？诶，还是鸦片？林则徐，这名字好熟啊！则徐是鸦片战争那个吗？我操！镰刀有点搞混了呢。他不是把鸦片掉进海里吗？真假？你们后面的历史是这样教的哦，我怎么不记得这段？鸦片战争是因为把鸦片丢到水里。他一烧烧到整个港口嗨起来，啊，停下！我怎么不记得这段？难道书是白读了吗？嘿嘿嘿。这台怎么会讲历史？哎，历史对那个人类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历史本来就应该懂的，只是历史是不是真的历史，那很难讲啊。你要跳去哪里啊，老哥？炸蒙哦！我现在都开始有点怀疑那个历史教门到底是不是真的。
里接水穿错人，很可怕哎、欸。犹太人吗？那感觉就像是真的了。但希特勒到底有没有这么坏呢？很难说。这是我们的历史啊。哎，这些只要有猴子，那个站位就会闪掉，这很靠北。哎，终于被制裁咯，老哥。吉福跟进阶木哪个强？拜托看影片行不行？哎，大别人出假了是不是啊？那账目免费的哦，故意的是不是？去你的。他这么贱哦。卡梦卡梦。马邦德比较强。你老师的我跟你猜了，我的有肉，不可能吃超级的吧，没那么水呗，这边只要不吃超顺利就有肉，搞啥给哎，铁棒！哎，哎，金家！哎，傻小！好玩，好玩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！我只能说这游戏太好玩了。继续靠赛没关系，哎、欸，现在这游戏就直接靠赛玩就好了。进去只要说不赢的人就赢，输的人就输。嘿，好玩，嘿嘿，去你妈的！